主持人沈星日前现身北京，这也是她经历了前男友硬闯住处导致受伤后的首次露面。活动当天，她身着浅蓝色长礼服，相比以往消瘦了不少。虽然一直努力保持微笑，但当问及案情时，沈星避而不谈。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没，对不起大家，谢谢。